3月7日，朴信惠与男星崔泰俊传出相恋一年的绯闻，随后经纪公司否认了二人的恋情，紧接着一组约会照曝光，随后朴信惠与崔泰俊承认了恋情，并表示两人从亲近的同事在去年年末发展为恋人关系。据爆料，朴信惠和崔泰俊都毕业于中央大学戏剧专业，出道后一直保持联系的两个人在一年多之前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朴信惠和崔泰俊平时主要是在朴信惠位于青潭洞的家里约会，偶尔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去旅行，因此二人的恋情在他们的朋友当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。